我老妈在那边腌制那杨桃酸，她用她的小时候的方法来腌制，看好不好吃。我在这里杀鱼，等一下就可以煎了。来呀、我老妈说了，用那个盐腌制五分钟之后，再用水来清洗，然后再腌制。等一下我就尝一下味道怎么样了。放过糖，放糖，放酸醋，放糖，放酸醋。你要怎么？糖来呗。你辣椒吗？要我再炖辣椒来了。搞没？搞搞了，搞了。他说要点辣椒，我就去摘两个回来。有拌好，他说就这样可以吃了。挺脆的，酸甜辣都有。他们以前小时候就这样腌着来吃了。试着味道挺不错，如果喜欢加香菜或者更辣的材料的话，就加一点进去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其他方法都是这样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这样的腌杨桃，就跟着我老妈的视频来就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